先看，然后再赶紧起啊。好，走去走，不能真看，大不看真看。对你，我说真扎扎扎扎的时候，再真看，然后起，明白吗？现在是余光。OK。啊，长，扎扎扎扎扎扎看，起，变，噌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噌，扎扎扎扎扎扎，变。对你这太慢了啊！真的，这很快的。再来啊，噌，扎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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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扎，看，变快。对，噌，对，这差不多。第一阶段的基本功只是为了表演，去做了一些最基础的准备。等到第二阶段，才是真正就是踏入京剧的核心。就比如说，去表演一出戏，演一个京剧里面的人物。好好体验这里面的这个人物的状态，其实这是最重要的。走，快走！哎呦，你那脚太复杂。再来，你先站住了，再先踩着地，然后再骗，明白了吗 ？OK， 走。哎，先骗哪个腿？先骗 left， 再骗 right。It's embarrassing enough that there's Zhu Laoshi in the room while I struggle with every new move that he teaches me. Now there's another person that I have to embarrass myself in front of. 那往下吧，继续，继续，跳上去了。跳，你先上去吧，别跳了。为什么？保证你的安全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特写。哎呦。好，刀别动了。变，噌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他给扔出去了。你得等着。他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咋样？是他的问题。对，我的问题。不是不是不是。你别使劲往外扔就行。你直接，你直接。Sorry。就这个意思就行。你松开，别使劲。你刚才是。啊 ，OK OK。对，有没有人？没人，看看这边有没有人。啪，蹭，对，这个吗？对，你就直接松手就行啊。Everyone is patient, and I think that helps me because they're willing to repeat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. 那一卸刀，卸刀，停着，看见没有？他砍你。你手扒了一个，左手，右手上步，左手右手，串肚，一腿，两腿，好吧，先到这儿。对，京剧的武打呀是讲究点到为止啊，它不是像武术一样真打真砍，一刀致命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戏曲还是有这个城市化表演性，打斗的过程中要美观啊，这个是后边要求它的。啊，这也是一个难点吧。然后再就是两个人的默契，两个人的配合啊，就是要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练。What'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I am a robot portraying this character, and this robot needs some emotions, needs a little bit of oil to just, or maybe a little bit of a miracle as well to just turn into a human being to portray this character into life. And I think that.I think that's a lot of work. 问题是，从来我没有打斗跟别的人，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生活里，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是去一个酒吧，喝几瓶酒，然后跟别的人，然后我会有这样的经验经历。然后再来这里跟玉老师打斗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法，跟他真正打斗，不表演是真正是 for real。